生命的生长，这为他自己那个生命里面 去找到他自己，他的生命的价值，他不要活在别人的价值当中里面，那个生命的那个潜能会被一边这样往正向去发展。请所有的小朋友到广场上坐下。就这样子是吗？重就程度上来讲，小朋友异地的活动，其实对他的成长来讲，我觉得很大。因为小朋友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呈现的除了他们的，我们一般可以看到哦，他们很棒，他们也很有耐力，他们有毅力。我们的该玩的留在上面，但是我们的休息时间还没到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生活上的照顾，对一些生活上的细节。他应该怎么样跟院里面的小朋友一起去配合，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团体中去配合别人的行动。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不同的背景，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群孩子自信心不够，然后有时候他们那种价值观扭曲掉。但是透过环岛这样，我觉得孩子第一个他能够接受挑战，第二个他自信心就增强。他们说车子再到餐厅啊，已经到了比较紧张，但是他就不上车，然后要叫我补，我说我跟你补。因为孩子的个性我知道，他上车就是被当掉了。他们有个性就是不上车，永远不上车。这个医院的小孩就是这样。